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庞。侧耳福今天进行了更新，推出了新季节 Season of Abyss 和新活动春之日，也就是春节。本视频虽然会有一些关于价格的数据但是因为是测试服刚更新出来的，测试服上线后应该会进行一些更改所以大家把这个视频当成先导片看就行了。更详细更精准的攻略我会在之后更新，所以大家可以先点一波关注哈。咱们先看新季节，新季节的地图入口在木土沉船图，建议大家走一龙图和四龙图交界这里的水管。水管的出口出来之后，右边就是新季节的入口，跟魔法季一样，也是一个小船。新季节叫做 Season of Abyss， 机翻的话是深渊季。正式服目前还不知道官方中文会怎么称呼，海洋季、深海季、水季，哎，谁知道呢？季节地图是由三个海岛组成，非常的漂亮。季节的指导先祖在中间的船上面。同时这个季节烛火收集变成了开贝壳，很有趣味性。新的季节真的是非常好玩，最大的亮点其实是在海底。在刚到季节地图的时候，正前方有个山洞，山洞里的光盘跪坐下去之后就可以潜水了。这个是必须要贵的哈，不贵的话是不能潜水的。大家注意看右侧的姿态图标，在水里的时候姿态就从飞行图标变成了潜水图标。潜水图标同样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潜水模式，需要控制镜头来决定你的前进方向，然后拉方向键控制前进大家可以带入一下 PC 端第一人称游戏移动鼠标决定方向，按住 W 移动。第二种是上浮模式，切换这个模式会自动上浮。这个季节有个特别阴间的地方，就是太缺能量了。在海面上虽然可以地奔但是其中的一个先祖在运它的时候，孤狼估计会骂你海底也是分为两个区域的，浅海区大家可以自由的行动，没有限制。但是在深海区，能量条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呼吸栏，这个呼吸栏消耗光之后，不论你之前有多少条能量都会瞬间变成星星，然后星星消耗完之后就会一直掉E。当然海底也是有一些光之生物是可以回复能量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带上好友，一个人的能量根本不能撑到大家去探索海底的。
新季节有四个先祖，三个岛各一个，船旁边一个。先祖的攻略啊，包括位置、价格、动作、服饰的详细展示，我会单做视频放在新季节攻略的第一集，这里就只在衣柜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季节有五个新斗篷，大家自己看好，我就不做评价了。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哎，省得我说好看，又有人说我舔。三个新发型，两个新头饰，七个面具。一条裤子，新季节介绍就到这儿了，然后咱们看新活动。新活动春之日啊，春节和情人节的活动，出了两个新礼包，锦鲤头饰和锦鲤套装。锦鲤头饰售价$1.99，人民币12元。锦鲤套装售价$19.99，人民币128元。这次的礼包在你点开准备购买的时候，会发现新增了产品说明。锦鲤头饰啊，翻译过来大概是这样子的：当你戴上这个饰品的时候，会给你的朋友带来好运。锦鲤套装的说明翻译是这样子的：当你穿上锦鲤斗篷和帽子时，会引起轰动。啊，这，头饰呢？买来之后就是头上顶了个鱼，身上的斗篷是锦鲤套装里的哈，看起来好有喜感呀。然后套装里面的话，除了这个斗篷，还有个鲤鱼帽。这套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哈，真的是太萌了。活动的兑换线组依然是在老地方，这次是来了跳兔、红绒和感恩季指导三个线组，但是跳兔和红绒只是用来和玩家互动的，兑换需要找码头尽头的鹿头先组。因为明年是虎年，哎，所以新增了一个虎头面具。兑换需要50个白蜡烛，前置魔法5个白蜡烛。
今天是第一天上线，还在测试，下一个可以兑换什么目前还不知道，之后官方全部放出的时候我会做出详细攻略。同时今年的春节活动预定依然会出现飞在天空的龙，龙会撒下可以点燃的烟花，会爆炸出特别特别多的烛火。这个烛火虽然多，但是如果你不及时吃掉的话是会消失的啊。所以打算在预境挂机的玩家，哎，可以放弃了。另外在活动期间，纸船魔法的形象也会变成灯笼的样子。春节活动的时候办公室也会开放，办公室并没有进行特别的装扮，但是屋顶是可以购买去年的物品的。左边的先祖可以用蜡烛购买去年的活动物品，牛头面具54个白蜡烛，年兽帽66个白蜡烛。大家可以看到年兽帽前面有个单独节点，个人猜测哈，这个对应的应该是玫瑰面具，会在活动中期情人节的时候放出，售价15个新。右侧先祖可以购买返场的礼包，去年的服饰啊有3个礼包，分别是小橙子头饰，售价0.99美元，人民币6元，然后春节礼包售价24.99美元，人民币168元，其中包含了红脸蛋、包子头和铜钱斗篷。最后是幸运羊毛帽，售价9.99美元，人民币68元。至于秋千和跷跷板今年会不会出售，得看正式服务官方公告了。这期视频只是先导片，不是攻略，详细攻略会结合官方公告和测试服后期的数据单独做视频出来，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点个关注，感谢观看，下个视频见。